顿怎么样 ？Simi 来了 ，Simi 来了，看看 Simi。Hello， 这是大哥，大哥，哎呀，是个牛，真正的社牛来了。大哥，谁是大哥？他是吧？他是。大哥，这是四弟对吧？对。哇，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哇，他看面相看得出来我是大哥，好烦啊，好烦。哎呦，要帮忙吗？有行李要拿吗？没事，哥，我自己来就 OK。大家感觉都有社牛症啊。躲在妹妹后面已经。要不要看那个妹妹 ？Simi 妹妹 ，Simi 妹妹。哎呦，我帮你拎个小的吧。没有。行，我们拎个小的。哎呀，你把大的拿了就行了。谢谢。我能帮上点啥忙吗？没事，四弟，我自己来就行。Simi 妹妹呢？你看妹妹。Simi 过来。我在这看书。你在看书 ？Hello。Hello。感觉大家的妹妹都还挺怕生的。是我家这个守起来就没事儿。是不是 Simi 姐姐？啊 ，Simi 姐姐吗 ？Simi 多大 ？Simi 3岁半。3岁半，姐姐叫姐姐。天哪 ，Simi 你不是最小的了？扎了辫子。哎，多扎了辫子呢？这儿呢？走。扎辫子。他在看刘海，发现安安的观察力也挺好的。好，我们还要再等。还要再等？哦，对，最后一个哥哥。对。天哪！对，哦，小斑马要拿着。邓泽明，好。哦，邓泽明，啊，有印象。大哥，你，我免关心你。三哥，哎，对，三哥，四弟啊，终于见到你了。气氛组的。我发现一个血流片比我还严重的人。对，是。哎呦 ，Simi， 你的发型好 fashion 呀！你的发型是哥哥剪的吗？这个我是想让他变得就是可爱一点，然后我说，好可爱，咱们剪一剪头发吧。然后那刘海一剪刀给我们剪成这样了，就。哦，不高兴了。他其实有感觉的，他只是不说。哎呦。怎么躲起来了呢？你怎么躲那么老远？我有点紧张。紧张啥呀？我有点社恐，我这个人。大家都是熟人嘛。嗯，是。都认识嘛。是。对不？都是自己人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微信群里都一直聊那么好，怎么见面都成这样了呢？微信群线上线下不太行。线上的冲浪高手是吧？对。线下不太行。嗯。完了，给聊尴尬了。大哥会做饭吗？还行，你会吗？哎呀，我就是总结一个新招，就是做不好饭了，咱就化缘，反正有住户，咱就去就。那这个就交给你了，这个就交给你了。我觉得有邓邓吧，应该很快就融起来了。嗯，对，我觉得四弟可以陪我一起锻炼一下，不要害羞。我情愿没有饭吃，我为了我们的妹妹，你就这么想，为了我们的妹妹。咱必须得把这饭搞定。社牛本能。怎么这大家都怎么都这样了呢 ？Hello 啊。天哪，你长得真的是太好看了。连嘟嘟是不是？他别的妹妹好看。完了，听到了。你叫什么呀，宝贝？你叫什么呀？我叫什么呀？叫我邓哥就可以了。邓哥，他叫邓哥。对。邓哥，看看你的妹妹。啊！心蜜，对，你咋的了？啊？太可爱了，太可爱。我要回去说，我要告诉爸爸妈妈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小朋友了吗？你夸别的妹妹可爱。我觉得你最可爱，你是最棒的，最好看的，好吗？可以吗？我要告诉爸爸妈妈。咋的了？为啥告诉他们？我咋你了？
吃醋了，抱抱了。哎呀，你这还没开始就已经吃上醋了，啊？哎呦，我刚夸了一下安安，不干了。西米给我抱抱好不好？我来抱抱你好不好 ？Nope， 拒绝。拒绝。我抱抱好不好？哎呀 ，Nope， 这时候我就成香饽饽了。平常的时候，咱哥们再怎么被讨厌，这个时候绝对是香饽饽。找妈妈，找妈妈。哎呦，找妈妈来了。妈妈，阿星啊，找妈妈。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一个哥哥，来，那个。不会是心儿吧？哦，是吗？我的天哪 ！Oh my god！ 迟疑在两个人中间。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哎呦，是哭了吗？这个开头不太顺利。不是我吓哭的吧？妈妈，我真的妈妈。让着。妈妈，我真的妈妈。哎呀！去看看吧，去看看。走，我们一起去看看他怎么了，好不好？Hello. 哎呦，心儿，我好小心啊，哭了一天了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好了。你好。你后面有行李吗？没有。后面有行李。没有。OK。妈妈妈。走。妈妈。心疼。嗯，你现在不哭。妈妈。哎，等一下，好像有。等一下。我去帮他拿呢。走，我们一起帮哥哥去拿一下行李，好不好？我去拿吧，来，我来拿吧。你手抱那毯子，我来拿一个箱。我们一人一箱呗，一人一箱就抬完了。就这个和这个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没事。我来拉几个。没事。嗯，是你告诉我要帮忙的，对不对？妈的。哎，别动。反正你排一起吧。好。还在这一起。你还必须跟新人打招呼，新人在哭呢。天哪，你真的都不认生，他真的好快啊！我适应力，他只要稍微适应一下就好了。妈妈妈，刚睡醒吧？啊，是不是刚睡醒？不是，他已经哭了两个多小时了。Oh my god！ 吃了东西没？吃了吧，啊，吃了。妈妈，好了。妈妈，我觉得他出现这种情绪最大的原因是没安全感。因为毕竟从家里出来那么远，舟车劳顿，突然就是出了另一个城市，肯定会恐惧、害怕、焦虑。张妈妈，张妈妈，好，张妈妈啊。哭的我都想哭了，一直在哭。